我去了，这野人猎手堵我门打我呀，我哭了，哈哈，还把我羊扎死了，干得漂亮啊！你还是个人了，这怎么都是怪呢？那我放个烟花吧，我实在是打不动了呀。我要开始铺地了，我这稍微一看，这土不够用啊，那我上哪去整土啊？鱼豆，你给我整点土块呗。你就弄个金铲子去挖呗。那你给个金铲子呗，我给你铁。我这没有金铲子，我只有金镐子。哎，我那个洛阳铲呢？还洛阳铲？你是要去盗墓啊？你说的那个什么叫大宝铲是不是？对呀，就是那个，怎么没有了呢？大宝铲你不是卖给我了吗？你忘了？呀，我还真给忘了。那我回家自己做去。这回两组总够用了吧？我靠，咋了？哎呦我，两组土块都不够了。行了，我要去挖土了，我太难了，我自闭了，总算是好了。我得赶紧把水放上。我不生产水，但我是水的搬运工。这一个桶一个桶的，实在是太慢了，我得多做几个呀。哎呀，这爆弹又炸了，我牛还跑了，我自闭了。看看这个恋爱了的爆弹多乖。这还有个在门口偷袭我的，我还是安心种小麦吧，这种的也不够啊。哎，反派家不是有片田地吗？哎嘿嘿，那个爆弹怎么还在我这？我得离他远点。嘿呦，我终于把小麦种完了。那个蛋蛋，咱们乖乖谈恋爱。我大哈，那个来，我的小羊给我生。哎呀，他们仨生出来一个，再整点牛。我这一天天实在是太忙了，嘿嘿，多完美。我靠，这怎么又给我炸了？是不是不让人活了？哎，你俩咋出去了呢？来，快回来。哎呦我，这怎么我家里都是怪呢？屋里两个地心人，门口还有个猎手堵门，我太难了。哎呀，美人，你打我干嘛？我看到你活埋动物了，太残忍了。你是不是神经病？我太难了。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别忘了点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